本文素材来自于网络，若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存在侵权行为，请联系删除。最近多部热门电视剧吸引了不少观众朋友的关注，其中肖战和白百合主演的剧集《骄阳伴我》自开播以来就吸引了不少观众朋友的关注，虽然这是一部都市剧，但也吸引了不少儒家观众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在这部剧中不仅再次确认了白百合的能力，还因为花瓣将白百合上了热搜榜。但什么？白百合以衣着闻名。事实上，自从白百合作弊丑闻爆出后，不仅她的声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，她的事业也随之崩溃。但白百合并没有失去行动的热情，相反，她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机会出柜，甚至还出演了非常不错的事业。这些机会对她来说来之不易，她也很珍惜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在这部电视剧中，因为他们的穿着引起了整个网络的关注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白百合和肖战扮演男主角和英雄，演绎了一场情感戏。大家都比较担心白百合回国后演技有所下降，但没想到白百合还没有凭借演技引起观众的注意，她在比赛中的服装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朋友人学习和模仿。大家都觉得白百合在游戏中性格比较酷，而且衣品也相当有品质。电视剧中白百合饰演的男主角在喝了几杯红酒之后，就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，让很多人印象深刻。他的眼神和动作都很吸引人，原本整齐的白衬衫随着手臂的动作变得乱七八糟，虽然衬衫露在肩上，但给人感觉非常性感。这一幕让男主角为之着迷，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。但对于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女性来说，她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看白百合下面穿的白色蕾丝连衣裙。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条内衣非常漂亮，认为她的出现不仅增添了成熟感，而且也很符合姐姐的形象。而在游戏中扮演角色的白百合更是备受关注，许多女孩的看到这一幕后，不少网友纷纷在白百合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向她索要购买链接。看到很多人骚扰她，白百合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做出了回应。面对网友的突然走红，白百合有些震惊，以同样的形式在网上发布了自己投资的照片，还贴出了私人链接。此外，白百合表示，除了白色之外，她还购买了另外两种颜色。在她在网上发布链接后的几个小时内，服装的销量猛增，卖家的库存很快就卖光了。前往销售链接，看到该连衣裙已经完全转为预售状态。看来白百合的功力还是很强的带货。近年来，人们也清楚地看到，尽管白百合的工作有限，但她在其他方面却备受关注。例如，她的衣服经常很热，很多人都说白百合的私服和颜值相当强，日常的穿搭都非常漂亮，每件衣服都完美合身。她还经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她的灵感和日常健身习惯。如果违反着装规范，许多热爱白百合的朋友主义者就会变得懒惰而优雅。她的时装秀并不刻意马虎，但她总能通过平时的对比感受到触动。无论是简单的短裙还是牛仔裤，白百合都能轻松驾驭。这些年的变化让白百合在观众朋友眼中人气飙升，甚至被称为职场最佳着装女明星。白百合巅峰时期的权力有多大？尽管如此，大家仍然很难忘记白百合在混乱之前的个人生活。她在工作中光芒四射，但在个人生活中却非常大胆。自从早些时候涉及白百合和其他人的丑闻曝光以来，她的职业生涯一直处于中断状态。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实力派演员，
白百合早年风光无限，但因事件而遭到强烈反对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在巅峰时期却是闪闪发光。当她录制《奔跑吧兄弟》时，她展现了她的力量。白百合与 Angelababy 的互动也能展现她在娱乐领域的个性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毕竟之前 Angelababy 是这档综艺里唯一的女性，而且她还是黄晓明的妻子。正是因为这样的双重性，很多人在节目中对她非常尊重，不会去惹她，也不去玩弄她的心意，游戏也将让位给 Angelababy。 这就是为什么 Angelababy 认为她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。但她没想到，参加节目时白百合并没有给她面子。当两人玩泼水时，白百合毫不犹豫地向 Angelababy 泼水，现场一片冷清。 Angelababy 没想到白百合会玩这么认真的游戏，这个现象让大家看到了娱乐圈的现状。此外，很多人都觉得白百合和王珞丹不合。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时，其他艺术家都会巧妙地回避，但白百合却从不犹豫。当他面对记者提问时，他直接说这个人像他，而不是说他像王珞丹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也能看出白百合当时的骄傲和狂妄。事实上，白百合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主角，她的所有电影都非常受欢迎。白百合的工作被搁置，白百合直言不讳，大胆的性格在娱乐圈中是罕见的。当时白百合直爽的性格和过硬的演技为她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，但她没想到白百合的成功来得这么快，她也很快，因为不久之后白百合就卷入了一场欺诈丑闻。最初白百合是亿万富翁的英雄，如果她继续专注演艺事业，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回报。然而网友对白百合私生活的批评却成为热门话题，白百合的形象一夜之间崩塌了。此次事件的起因是白百合被拍到与一名男子的亲密照片，此后网友对白百合的行为产生了严重怀疑。当时白百合前往泰国访问，没想到同行的还有一个男人，这一幕被一些狗仔队和媒体看到了。当时没有人相信白百合在婚姻期间对她不忠，并与一名男模特在一起，两人在泰国的时候关系非常亲密。特写照片拍出后引发网友热议，当时白百合已经与陈羽凡结婚并育有一子，没有人想到白百合此时会和另一个男人约会，这也是为什么各种嘲笑和谩骂都跟着白百合。白百合的人气因此下降，很多人都抱怨陈羽凡的老婆可怜。这件事不仅暴露了白百合最真实的一面，而且大家对白百合的面目也有了很多了解，对她的评价也各不相同。很多人认为白百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，引起这么大的争议，是因为白百合曾经是一个纯粹的演员，而且因为出演过几部作品，所以网友对她的期待很高，他们不在乎自己是普通人也会犯大错误。确实，作为一个公民，白百合必须时刻克制自己的行为。此外，这不是正常行为，即使是普通人也不能在婚姻中欺骗和犯秘密错误。作为一个公民，白百合不仅要在基本问题上保持冷静和判断，还要更加关注自己，将自己的形象降到最低。她的言行引起了很多普通民众的关注，不仅仅是媒体，这也是白百合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原因。一些一开始非常好的作品，白百合最终不愿意使用，也毁掉了多年的宝贵作品。此后白百合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，但她的妻子却经常出现。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她的丈夫很大方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，却没想到几年后，白百合依然选择与妻子陈羽凡离婚。
直到这时，大家才发现她的丈夫也有自己的问题，从而导致了婚姻的结束。但无论如何，过去发生在白百合身上的事情都与她的所作所为有关。如果她对婚姻保持忠诚，她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。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？本文作者就以上或相关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概不负责，亦不承担任何直接与间接的法律责任。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图片、侵权、谣言或其他问题，请联系删除。